是我把那个畜生给杀了。那接下来死的是谁？是刘凯。王贵为什么要杀刘凯？刘凯不是王贵杀的。那是谁？是齐文静。齐文静，是你杀的刘凯吗？注意好重心啊！别！你是不是故意的？我是故意的，我不小心把你弄疼了，对不起。是不是想弄死我？没有。我去找别的野男人。不是不是，没有。是不是？不是，我不是故意的，求求你。终于承认了，我杀了，我杀了，早说就知道了，别打，别打，别打，干什么呀？走吧。被告人齐文静，刘凯是你杀的吗？我的当事人有权不回答这个问题。他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已经明确地表示刘凯是本人跳海死。被告人秦文静，本庭再问你一遍，刘凯是你杀的吗？是。辩护人稍安勿躁，本庭是希望了解被告人秦文静和被害人刘凯他们的夫妻感情是否正常，他们的家里是否存在家暴史？如果存在家暴史，被告人齐文静有没有跟相关机构求助过？被告人齐文静，请你回答。被告人齐文静，你现在沉默不语，实际上是放弃了自我辩护的诉讼权。如果你继续当庭拒绝回答，我会把这一情节记录在案。如果不是，那也请你当庭否认。他不是。是。是我把那个畜生给杀了。口子打架，你旁边瞎吵什么？躲一边去！让他自己打，他能打成什么样？过来！
老婆，你知道我是爱你的。